哎，这条街呀都是装潢设计，下车啊！我还有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接人。接人？接谁啊？贾小朵让我去接他一下。哎，那装潢设计你不管了呀？我又不懂，你自己看吧。 哎，那要不这样吧，啊，我先去找几家，晚上呢咱回店里面再商量。啊，晚上我也有事儿。什么？晚上你也有事儿？又是跟贾小朵？啊。嘿，你这人啊，你之前不是跟贾小朵啊跟仇人一样吗？现在走这么亲近啊？你昨天白天不还说以后不要找子慧吗？晚上不也一样那么亲近？ 哎，我跟赵子慧没事儿啊，别瞎起哄。最好没啥事儿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事儿怎么了？有事儿很麻烦。嘿，你倒嫌麻烦了。你不嫌麻烦，我也不怕麻烦。我们是兄弟。神经病吧？ 喂，少仲啊，我是徐天妈妈。徐天妈妈？哦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外面。我刚刚高铁到上海，我有事情要找你啊。我正好就在虹桥高铁站附近哈。啊，你就在附近啊？那太好了。那你过来接我吧。我是在那个出发南10号口等你，好吗？麻烦你了啊。 行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阿姨，再见。OK， let's go。不要脸！说谁呢？我跟你讲啊，等下见到徐天妈妈，你可不要乱讲啊。明明有老婆，还跟子慧好。回去喝了顿喜酒，没登记就跑出来了。 没登记，法律上讲就是单身，恋爱自由。哼，你是他朋友，你当然这么说。实事求是嘛。停车。啊？高速路啊，亲。停不停啊？有本事你自己跳下去好了。我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接你出来。哎哎哎哎哎！不要后悔啊。我神经病，我神经病，我神经病。关紧没有啊？快开！我这憋着一肚子话要问徐天妈妈呢。 你算哪边的呀？是生徐天的气，还是你就是单纯的想和徐天妈妈闹不愉快？你选一个。凡事要想想清楚。要是赵子慧真喜欢徐天呢？啊，你也生气。要是他们两个还暂时不想公开呢？别人家的事情自己在这乱叫，神经病。啊，徐天妈妈。 有什么话冲上去讲。不是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真抱一块了，骗你干啥？哎，不是，谁抱谁比较紧啊？我又没抱，你问赵子慧去，她是你朋友。徐天妈妈，啊，少仲啊，哎，你来了，哎，是啊，啊，在，阿姨。 你跟他在一起？啊，我们正好顺路。你早说呀，早说我就自己打车了。阿姨，你闭嘴，没跟你说话。阿姨，我也不想顺路的，嗯，行李就这一个。哎哎哎，你别动。我来，你也别动，你回车里去吧，我和他有话说。那我也拿行李。我说不定我还不坐你的车了呢。 你先上去吧。啊。你多大？你几岁了？22。你长得也不太好啊，赵子慧。啊？
好，嗯，来，你把包给我啊。我坐后面晕车啊。那你坐前面，小心啊。关门了。废话，从这边下。哦，我就住在这儿。是。哎，徐天知道我来了吗？哦，接完您还没给打电话呢。哎，别给他打，别打啊，别打。为啥呀？我自己会给他打。哎，你俩都站着别动啊，我进去登个记，晚上请你们吃饭。哎，阿姨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走。不是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晚上请你们吃饭，你就在待着。我帮你，你陪他说话，陪他说话，来来来，放手啊。哎，那您小心一点啊。贾朵儿，在高铁站，徐天妈妈给你讲什么了？说说嘛，说说嘛，说说嘛。哎，我就说我不是赵子慧。不止一句吧？他问我做什么工作的，然后你一直点头。哎呀，我们俩聊工作呢。徐天妈妈答应了，把酒楼员工的保险全部都给我做。服。喂，李总。到家了。我没回家。马上到老克乐来。哦，没问题，马上来。我可是干了啊！我真的不行了，不行，有点上头了。不行了，咱们还怎么做事儿啊？子慧蛋，他带，行，带酒，加一杯啊，三杯。我也不行。肖总都说了，不行怎么做事儿啊？好，肖总，我敬你。那刚才我可是喝了啊，家伙。来来来来，好，我陪你一杯啊，来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你看看，哎，哎，丫头，丫头，你看，哎呀，丫头，哎呀，哎，我说丫头啊，今儿李总把你带来，那简直是太正确了，要不然，就我跟他一个半人喝，那太没意思。哎，丫头，你到底是能不能喝呀？啊，不要强求，
喝酒开心就好。我刚才跟你们李总说的话都是开玩笑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为了工作喝什么都行。是吗？是啊。好，我喜欢，我要把他带走，明天归我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事儿你别跟我说呀，你得问他呀。丫头，行不行？行。太好了，你看，晚上陪我喝茶啊。到哪喝茶啊？肖总定。这样吧，丫头，你呢，再要两瓶酒，两小瓶啊，咱们两个一人一瓶，我喝开心了，晚上就签合同，不尽兴，你再陪我喝茶。没花，没花，没花。他不行了，单独喝茶吧。吕总，我想跟肖总喝两大瓶。好，来。这可是你自己要的。我补个妆行吗？补个妆回来，我慢慢喝。韦子焕，徐天，快来救我！救你？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老科乐。老科乐？哪个老科乐？我想想啊，坐地铁四号线。喂？喂？赵小姐，这个酒是我们房间的吗？是的。给我一下。
我没喝多。哎，没，我车，这我车。哎，过来，李总，你今儿喝得高兴啊。江总，慢点。我说，一会儿送一送吕总。吕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啊？吕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啊？那这样吧，看看这丫头了吗？喝酒像喝水似的，让她上这个车，咱们把她送过去。啊？不用。啊？不用，肖总。不用。不用，那我走了啊。我走了，松开，我没搞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老夏，改天接着喝啊。李总，车来了。李总，小心点。李总，再见。手机打不通啊！进水了。不是说完蛋了吗？现在不是好好的了。已经完蛋，只是你看不出来。我现在来了，怎么救？先走两步。喝的都是水。喝水都会吐啊！你说的对，是没意思。昨天你说了两次，我是没意思。我也觉得。少来。那我昨天为什么说两次啊？你是富二代，我不开心比你多。有人不开心，说来听听。妈妈，从小到大我就见过五次。每次加起来都不超过十句话。那你有可能不是亲生的。啥？哎，我建议你去做个亲子鉴定。真的？亲生妈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？哎，其实连亲子鉴定都不用做了，肯定不是亲生的。那你爸爸肯定不是你爸爸，你奶奶也不是你奶奶，啊？那你上班赚钱买房子给谁住啊？说不定你是捡来的，到现在都不知道。认真啊！哎，真话假话你听不出来啊？那万一是真的呢？他真的，他也养你这么多年了呀，神经病啊！他每次哄你都当真。哎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比较放心。哎，记不记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电梯间里面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？哪件啊？我捡了别人的钱，结果别人跳下去了。假的。十二岁那年，我偷了家里2000块钱，一个星期没回家，跑到铁路桥上，我爸爸来找我，结果……那也是假的。
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我走到桥上的时候，我都想跳下去。哼，真的。但每次我都忍住了。怎么忍的？把不开心、不痛快的全部喊出来，喊到桥对面去。之后的很长时间都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也想喊。别吓着别人。没人啊。喊吧。我不想看你们，我又不傻，我想你们看我。还是不痛快，骗人，喊了也不痛快，那只剩下跳了。哎，你最怕什么？怕死。不说以后。你呢？我现在最怕被开除，两年时间就白费了。我最怕结婚。我怕还没奋斗就玩完了。又哄我？谁没事老哄你啊？我说真的呢，我真想跳下去。你这个人没心没肺的，肯定不舍得。我没心没肺？对啊，你想让我知道还有比我更不开心的，这样我就开心了。我懂，老招数没用。那我跳了，真的，我跳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我真跳了。徐天，徐天。徐天，你在哪儿啊？有没有人啊？徐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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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徐天，你出来！徐天。徐天，徐天，徐天，有没有人啊？徐天，徐天，徐天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要吓唬吓唬你，然后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
上面灯黑着，不知道有没有人。阿姨，那我先上去看一眼。嗯，好。徐天妈妈，您要是想找天哥和子慧，直接找不就好了吗？我儿子是不是和赵子慧好了？你不说是吧？不说这种事情我也懂的呀。我也不知道。哼，婚都不结跑出来，不为女人为事业，说得通吗？我知道这种时候男人都是头昏的，我要跟他硬来，他会比我更硬，所以我是先来摸摸底，我看看是个什么妖精。不在，上来吧。轻点，我妈妈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。走吧，雪天妈妈。谢谢啊。直走。哦，慢点。哦。要上个楼。哦，好。这个吗？小心小心。慢点啊！啊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喂，哪那回事体啊？楼上楼下喊什么喊啊？到了家门也不回家，进吧。哎，哦，上面是这个样子啊。还有这个东西。阿姨，喝口水吧。啊，你放这儿吧，一会儿喝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有点乱啊。哎，这个挂着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赵子慧的三年计划。写的什么呀？写了好多东西啊。哎呦，我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儿没灯吗？有灯吗？哦，阿姨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灯，就能看清楚啦。来，从上到下看看。人生苦短，不如执着梦想。阿姨，你们酒楼一共多少人？员工保集体险就行了。你跟刀丽姐姐要特殊一点的，什么财产险、人寿险、大病险、意外险和投资险都要保一保的。赵子慧多大呀？26，比我大4岁。心气儿真高，哼，还80呢，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。接在店里。进去，还是我给你拿出来。我喜欢你，我确定。但是不行，不是你的问题。知道。你不知道，爱情只是物理反应，科学家证实过的。是吗？
物理反应，对到频率，共振，胡思乱想，胡言乱语，犯相同的错误，做一样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有这样吗？我害怕变成这样，我一定要去巴黎，必须。我帮得上忙吗？已经帮了。哪里？有你在，我的两个上司严若洲会死心，吕总放心。就是挡箭牌嘛。我去给你拿鞋。什么时候到的？下午。你一个人啊？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在上海有的是眼线，我还有你这儿的钥匙呢。突然袭击啊？没做亏心事，你怕我袭击？我没做亏心事啊。亲妈在婚姻登记处等着你，招呼都不打一声你就走，你亏不亏心？亏。道歉。I'm so sorry。我看你是真要疯了，刚才隔着门板我大部分都听见了，我是咬咬牙才没冲出去的。什么物理反应挡箭牌？什么小姑娘啊，把我儿子当什么了？那你怎么不冲出去啊？没到时候呢。行，你厉害，你本事大。我本事再大有你大？我本事再大还不是为了你？你为了我就别逼我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儿。你坐下。你坐就行了。你这么高，你要我抬着头看着你跟你说话呀？哎呀，又是这套。跟不跟我回家？要么我先送你回去，我再回来。赵子慧把你魂勾住了，我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情来的。我魂还在，谁都没勾走。那回去结婚。你这不是逼婚吗？你在这里都谈上恋爱了，我回去怎么跟小丽交代啊？盐城这么多人传来传去的，我怎么交代？我没谈恋爱。哎，就算我谈恋爱怎么了？我又没结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恋爱是自由的，你交代来交代去，我结婚是为了你交代啊，是不是亲妈呀？你说呢？是亲妈就好好说，来都来了，
别吵架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大声说话那叫训话，你大声那叫顶嘴，吵啥架呀我俩？住哪儿？不让你管。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赵子会长得好看吗？没仔细看。你别给我打岔。有小丽好看吗？她好看难看她不重要。那啥才重要啊？你不会是真的喜欢她了吧？我，你不要说不喜欢。你不让我说不喜欢，那不只剩喜欢了吗？那小丽呢？你别说不喜欢啊。又是不让我说不喜欢，那不还是只剩喜欢了吗？那你两个都喜欢。儿子，你做人不能这样的。妈，这件事你就别掺和了。妈，不要管我，不要我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啊！哎呀，明天让赵子辉来见我。不行。不行也得行。